姚元浩、王心凌大方式认了恋爱，但是隋唐呢传出失联好多天了。那么今天现身在立法院外面为流浪狗请命啊，当然一定被问到姚王恋嘛。隋唐不提两个人的名字，他只说世界上很多事情比那件事情值得关注来避谈，而且呢说不干他的事，他自己现在很好。好，先讲话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头发急掉了哈。姚元浩和王心凌坦诚恋爱 ING， 名模隋唐首度现身，不是代言产品，而是在立法院。我自己的事情太微不足道了，啊，就别报了吧。而且其实这件事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了，谢谢。头戴蓝色毛帽，穿着针织衫，一脸朴素。隋唐一身简便穿着，化着淡妆亮相，原来是为了声援动保团体发声。不过面对前男友姚元浩和王心凌的恋情，似乎是做好准备面对媒体。世界上这个社会太多太多事情比那件事值得大家去关心了，所以我自己的事情太微不足道了，大家就别报了吧。我不知道，为了一段爱情，我究竟会不会失去一切？但是我知道，不管好与坏，我自己都要勇敢的承担。面对姚王高调谈恋爱，隋唐一句与我无关，还说自己很好，要大家多关心有意义的事，心情看来还不错，已经做好调试，重新再出发。中天新闻华视下剧场黄媛媛台北采访报道。